姐妹们，不要再剪刘海了，大家都在偷偷用这个透气蓬松垫增高颅顶固定刘海碎发，简单方便好操作，适合30到65岁的姐妹，出门跳舞逛街上班，美得让人一步三回头。头发这样盘显得优雅又漂亮，适合40至65岁姐姐，出门逛街这样扎，美得路人一步三回头。渺渺茫茫来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女人越老越漂亮的两个真相：一，一定要戴发饰，不要后脑勺空空；二，不要买那些廉价的时尚品，要买一些有质量的单品。从来不会打理头发，就戴这款发饰，高级百搭又减龄，显得优雅又漂亮。上班通勤、逛街聚会，美得路人一步三回头。从来不会打理头发，就戴这款发饰，高级百搭又减龄，显得优雅又漂亮。上班通勤、逛街聚会，美得路人一步三回头。把酒谈平生，把往事熬成药，一秋风雨尽苍天。